在我的 channel 竟然再次出现到廉航，不知道哪个 comment 之前说什么搭惯贵嘢啊，我们今天再次搭廉航啦。做一个我笑晒。在我们出发之前，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次共患难的团友先。在最尾个位，他就是最喜欢笃机、睡觉和打卡的 Loretta， 去到周围都可以见到他打卡的。跟住在 Loretta 前面就是有 Ada， 他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热刺，还有很喜欢看波，还有他家里有 PS5， 所以他是很喜欢打机的。然后呢，再在他隔篱就有 Claudia， 他是弹入最尾一个话参加的，还有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成日都要打电话，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问他。在 Claudia 前面呢就是 Tammy， 他是唯一一个我们呢去过冰岛的团友。我们今次去的地方基本上有七成呢其实他都是已经去过的。最后当然要介绍我啦，虽然呢应该不需要多介绍，基本上呢如果你看这条片呢都应该知道我是哪个来的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介绍完呢即刻是时候出发了。有各位老师，我同大家分享两个 channel 嘅事。我哋而家系凌晨几点啊？而家请问报时唔该。依家2:56，我哋准备出发去呢个嘅 Luton Airport。中文我已经唔知系咩啦。中文系咩 ？Luton Airport 其实。我俾 key 化喂 ，hello。系冇人知嘅。咁咧，我哋今日点解要去 Luton Airport 咧？系因为咧，我而家准备出发去冰岛啦。但是我們出發之前已經出了事了，就是呢我們今天是搭 Wizz Air， 是的，沒錯，在我的 channel 竟然再次出現到廉航，不知道哪個 comment 之前說什麼搭慣貴的東西，我們今天再次搭廉航了。做一個我笑了。那呢我們原本是即買了 Wizz Air 那個的 bus transfer 由 Victoria 去 Luton， 誰知道我們因為我們張票在 Trip.com 買的，但是呢我們找一直都收不到我們的 e-ticket， 又 confirm 不到，最後我們要申請 refund， 現在我們要搭 Uber 成粒鐘去，這程 Uber 呢是大約成100磅的，看個樣子都像是我付錢的，後面那些完全不打算付錢的。我們現在就坐了車先去到機場，跟大家見好熱，現在好熱喔，-1度飆曬汗喎，現在車上This is what, where am I flying to? Iceland. Iceland. Yeah. 先生，我想點讀嘅，我想問下。我都想知啊，你快啲問下點。攞住攞住。One. Just yours. Yes.你都要23K 啊！回程啱啱好23號，回程點算啊？回程就要翻翻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呢個係倫敦嘅 Luton Airport 啦。咁我哋而家咧，其實勁早啦，仲有成個鐘先上機啊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我哋搭廉航啊嘛，咁所以咧，佢係咧，我哋6:25上機，佢5:55咧先會話俾我聽邊個站啊。然後
我哋而家就即係坐曬喺度啦，全部人咁，然後咧就買啲 meal deal 啊，食下嘢啊，坐喺度，其實冇嘢做啊呢、這個。但係咧呢、這個機場咧係都算幾多個嘢行嘅，其實我覺得。以我哋而家係五點幾朝頭早咧，佢啲鋪都開曬咧，係有嘢行嘅，你會買到嘢嘅。有啲勁唔好彩咯，件羽絨咧無啦啦俾我整爛咗，嗰、那個拉鏈個扣咧自己爆咗，勁弱，只要未去已經爛咗咧，懷疑去到要買嗰件咯。如果搞唔掂嘅話，因為咧我係除唔到，我著唔到嘅件衫，嗰條拉鏈拉唔到嘅而家，咁就係咁。好唔好？我哋咧而家就仲有半個鐘上機啦，咁咧冇嘢做咧，唯有咧飲下 Starbucks 啦。因為其實我哋完全係冇乜嘢做，因為我哋咧冇 lounge 啦，咁就冇嘢食，啲嘢食好貴啦。然後咧，我哋就一路等等等，然後咧，我哋有啲唔係好舒服嘅團友們啦，咁就係啊，所以我哋而家等完上機再見。我哋而家已經登咗機啦，係啊，我哋今次搭嘅係 A321嘅 Wizz Air 嘅航班啦，咁樣同好廉航一樣咧，個位咧都係三咁平啊，即係基本上係好標配啊。但係呢個位咧，相比起打佢航咧，係冇得差啲。當然佢個位咧就輸過個打佢航，因為你佢個位皮嘅唔係巴士嗰只嘅，即係叫咩傭啦。感覺上咧，呢個位係好坐少少嘅。但咧就好逼啦，即係鋪曬嘅日機。咁暫時第一個感覺就係咁樣啦。而且呢日機都算多啦。不過呢度得意咧就係咧，佢係喺地面自己行上嗰個 stairs 嗰度登機，就冇一條嘢懟出嚟啦。都體驗都 OK， 因為你可以好近個機入睇嘅話，甚至影埋架你個 video。係啦，咁我哋而家咧係準備登機，因為咧基本上都好富嘅呢班機，咁我哋咧就等一等啦，睇下啲人登機登幾耐先，因為咧。佢呢度啲嘢咧都做得幾慢，咁咧我啱 check flight radar 咧，佢已經話你啲飛機有機會 delay 廿分鐘，咁唔知最尾會 delay 幾耐啦。不過我哋睇我哋等一陣再睇下佢咩情況啊。又玩快，因為我哋咧已經嚟到冰島啦。咁咧整體嚟講咧，呢個 Wizz Air 咧還可以接受嘅。佢同大灣區相比咧，佢個位係好錯嘅。我覺得佢個位係正正常常嘅，但係咧佢相比啲配套咧就一般啦，即係冇插電啊，冇嘢任何嘢食嗰啲。但係佢個位本身咧嗰只廟係好錯嘅。咁但係咧以700多元嚟講咧，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呢單嘢。即係佢搭3小時，同埋佢個時間真係好靚咯。佢係6點幾起飛，又10點朝頭早到啦。咁我哋而家10點朝頭早嚟呢度啦。咁所以係啦，感覺上咧，如果你叫我評分咧，佢都係有5分到啦，俾10分。因為咧佢啱啱即係只有個位好錯啦，當然。但係咁廉航就係咁啦。一間咧啲人又話咩我搭慣貴嘢啦，係咪？但係咁你要我俾分，我都要俾個分噶嘛，係咪先？你冇理由話佢好好㗎，係咪？咁係啦，所以佢就我會俾即係佢同大灣區都係差唔多，即係廉航嘅質素咁樣咯。但係佢冇乜特別，又冇乜太差咁咯。
係啦，咁如果有咩想講一下咧 ，comment 未 like 呢條片一定要 like， 一定要 share 出嚟，同埋未 subscribe 一定要 subscribe 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係咁先，拜拜 ，peace。